每分钟2000次肌肉收缩，脂肪的震动传送后，让你亲眼看到。转转转，脂肪没了；转转转，腰腹变了；转转转，手臂细了；转转转，背部美了。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减了7公斤。15天，腰围减少了12公分，胸肌都出来了。塑身旋风铃完全不一样，只要摇一摇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听音乐，甚至可以一边玩游戏，我整个人就很快地瘦下来了。这就是风靡欧美塑身旋风铃，现在厂家为中国备受肥胖困扰的朋友们带来了100份免费大礼。现在停止节食，扔掉你的减肥药，扔掉你的健身器，享受很简单。两位工程师4年研发，28次设计修改，116次力学及机械学实验，终于通过创新的蝴蝶离心力学设计，在小小的手柄上实现了不可思议的第二动力，使它在转动时产生离心力，保持每分钟2000次的自主转动，牵动肌肉运动，将主动运动与被动运动合二为一。看手臂部分的肱二头肌、肱三头肌都在快速运动，胸大肌、腹部肌群，甚至包括难以锻炼到的腹斜肌也在运动，背部肌群也在快速消耗热量。为了让热量消耗的过程更清楚，我们将运动肌肉绑上传输带，将肌肉收缩引起的脂肪震动传送到可以看见的黄油，黄油在震动中迅速融化，你的脂肪就是这样被快速消耗。只用了3分钟，看我全身都出汗了，就等于我平时跑步了半个小时，明显感觉到手臂、腰、背甚至大腿都在收紧，并且这样的运动是人类无法达到的频率，它逼近肌肉的极限，使它们非常快速的伸缩，这相当于有人不停地在帮你做专业的运动按摩，你无需费力就可以达到平时健身效果的10倍。连手臂的下方、胸的侧面和腰的侧面，这些平时不太练到的地方感觉到紧和酸，非常好。每天10分钟，轻松转一转就能减脂肪、塑身材、瘦腰腹、瘦手臂、瘦背部、瘦大腿。每分钟2000次肌肉收缩，从此你不需要花费高昂巨资去健身房做运动，不需要跑步跑得气喘吁吁，不需要每天1小时仰卧起坐，这一切塑身旋风铃都能完成。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玩游戏，一边做家务，一边就瘦了。完美腰腹，纤细手臂，性感背部，转转转，转出来。声明：我们很清楚，节食、吃药、剧烈运动等传统瘦身方法非常伤害身体，所以为了推广健康瘦身的理念，这次特意每档节目拿出100只旋风铃免费赠送，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领取。明显感觉到手臂、腰、背甚至大腿都在收紧，减了7公斤，手臂都瘦了，腰围减少了12公分，胸肌都出来了，马上用，马上开始瘦，只有100只，现在只有78、77、76只了。想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吧。它完全改变了塑身的现状，它巧妙地借助第二动力来帮助你完成塑身。转转转，脂肪没了；转转转，腰腹变了；转转转，手臂细了；转着转，背部美了。我们来看看热能测试仪。跑步、仰卧起坐等传统运动，身体只有部分的肌群发红，而使用塑身旋风铃，全身肌肉都在发红，散发的热量更是普通运动的10倍，并且像背部、手臂下部、腰腹侧面这些平时不容易锻炼到的肌肉也在快速的运动起来。这就是塑身旋风铃神奇的第二动力，使它在转动时产生离心力，保持每分钟2000次的自主转动，转动引起的脂肪震动在传送后，让你亲眼见到与脂肪结构相似的黄油迅速融化。不仅如此，神奇的塑身旋风铃还能变身塑身滚轮，帮助你重点雕塑大腿、臀部和腰部，变身塑身哑铃，重点锻炼手臂及胸部肌肉，变身塑身按摩棒，进一步放松肌肉，消除脂肪，雕塑完美线条。买一个塑身旋风铃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健身器材，而是4个，而这一切只要一个小小的空间就能够收纳。